我就写检讨报告了。生命，2016第一天科批就写检讨报告。2016年才刚报道，全台湾哗哗嘻嘻唱国歌升旗，但有人不开心哦，就是这一位台北市大家长柯文哲。那你对昨天的唱歌表现还满意吗？妈的，唱得很烂，很烂，很烂，乐队跟唱歌完全事先也没有对过，这才这个。我就写检讨报告了。哎呦，真的唱这么烂吗？让我们来还原现场。柯市长，你在演出前不是还很卖力练唱吗？怎么上场全糟精了啦？难怪原唱五月天昨天会在粉丝团上po拱狼现场 live 版。不过柯市长别灰心太早，至少还有一个忠实粉丝听得很享受，就是佩奇夫人。这样检讨报告你应该可以少写一页啦。懂新闻，阿信可以跟市长合唱吗？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，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